小景，刚才去割土石草，然后现在都割好了。今天准备做一道外焦里嫩的蒜香鸡翅，先回家去准备一下哦。先去休息一下鸡翅哦。把清洗好的鸡翅剪开哦，剪时一定要小心一点。调味料腌制下鸡翅哦，老姜、盐巴、鸡精、白糖、生抽、排骨酱、料酒。抓半句腌十分钟就可以哦。配菜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去生火了。下了困油，油温六成了，可以下了鸡翅了。家里有条件的，有不粘锅的，用不粘锅煎更有效果。金黄色可以出锅啦。热锅冷油，下入葱姜蒜，蒜末要多一点哦。下入鸡翅。少许的生抽、蚝油，下入辣椒段，少许的鸡精，白糖，放到均匀开出锅了。外焦里嫩的蒜香鸡翅做好了，浓浓的蒜香的味道，外焦里嫩。蒜香浓郁，特别香。
像不一样的。嗯。我越讲的话，越可以提啊。蒜香的鸡翅特别好吃，那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